超频啊，这边超频啊，是吧？哦，好像你这个职业啊，职业啥子的？上山下山。嗯。这是我们这一带农村的景色。都是小村子这里。农民的小别墅。这是农民的小别墅。他这房子比我们上面的好看点，我觉得哇，他进口特色点哇，进口帮装好的。哎，讲来讲是因为我们城北的人在外面当官当大官哇，当大官给他碰软话，还没帮你搞好，反正政府那里政府出钱不是他自己哇。是啊，像牛头，我里面给他炒3000万。哦，他用在外面当官是吧？还有个山庄在干。啊，这又反光不了。你换 P30 了吧？没得钱啊，太贵了嘛。3000是吧？那才3000，在德国，店里面的实体店价格是8000块钱，对吧？1000欧元啊。在重庆，还是1.28的不？没事。中国便宜点嘛。没事，我录的不？3000标准。那是可能最低配置的啦。它有3个款，应该是有2个款啊。嗯。一个是绝裂款，是普。另外是普通款，我们办公室有个买了，我今日清楚了，我把你拿起来放大放大放大。这山很高，特别高。你看，跟城市公路比起来怎么样？一辆车都没有。在国内是屏蔽的，看不到，要翻墙越界才可以。平罗县了在吧？嗯，我那个儿子是平罗的。你要教英语才德语该说的吧？对啊，一般是中国人去啊。不是，我想直播。啊，浪子花天被热就给它反光。是啊，蛮多年了，十几年去了。婚龄七十开起来了，好像哇，是吧哇？是吧？是啊。在哪天？零七十当时开到面包车的。跑客是吧？是。在这个停了，好吧？好，停一下，下去看看。这看着是景色不错，就是一个小村，也是一个小村子。你看，这里有货车上来了，盘山公路。我把这村子拉近一点啊，看看景色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车子跑来了，你看，下面很陡，你看下面。好了，这是厕所的吧？长枪短炮有点怕。哦，下面还查火的还蛮多哇。嗯。打油茶中啊，是吧？走过走八八八过程啊，过些吧，是不？走过些吧，过程也配合好了。
或许不在乎。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县的小镇了。你看，一线看着中国农村的发展怎么样呢？像寝室里面，就是啊，就是你小娃子到底是什么？有些消遣时间的，就是有看，是啦。现在小娃子好无聊。从这进去的，好像。嗯，蛮有看法。我的，佩服阿哥，白天只去，晚上好黑啊，哥。阿哥，你看过啦？他白天追去，晚上他还自己化妆啊，这屋黑黑的哇，这个老无语哇。其实你也可以直播，你弹琴唱歌这种也可以啊。我认可这种的。直播还是主要是这种东西，还有效果要好。是啦。我也有好多设备啊，可以相当于 P 图片，然后也可以改啊，可以其实好插过这种营销，你可以改成好好的声卡。要好品质做的多。是啦，你搞直播的，你啷个好品质做？还设备好可以的哇。设备好可以的。喊麦喊麦是吧？那个哦，现在好火乔碧莲呢，那时候是不是惹人家？我好像我看到报道过哇。嗯。搞一美颜哇，是啊。这风景不错啊，我们到一个老同学家里，他老家去看看他母亲。这是另外一个县，不是我们那个县啊。石龟寨。是啊，我晓得啊，拍了个稻谷啊，好漂亮啊，还没到下面。没事，江江中华听到了吧？啊？松江话听到了吧？那听不到，听到了。算在身边。这里漂亮，你看，那下面是前面是稻田。可以当纸牛啊，明年可拿开哇。我还记得等秋天成熟的时候。真的很漂亮，这里对秋天稻谷成熟的时候更漂亮，黄色的。就是有点红。前面看到就是我们这里叫马蹄，也叫蒲蹄。你看有人在。
我应该在前面的有段路，我爬上去了，爬到楼顶应该是前面点的，没事的，后面来看。哦，我是停下，我是停下拍照看好了嘛。就前面这有洞的。对，他还开了个店的下面好像。是啊。上坡村。这一带也很漂亮，特别是到五成熟的时候，一片黄的。收果还有。对，要上次我回来是七月份，那是早到，还有第二次可能十一月份，晚到的时候也很漂亮。这都是农民的房子，有钱的装修好一点，没有钱的这样。应该是前面哪家？哇，最高一家。最高哪家？我爬到楼顶去。这里真的很漂亮。上次我爬到那个这栋楼的楼顶上面拍，那稻谷非常好。在窝窝上谷窝。就这家我爬到楼顶来。在窝窝上谷窝。没事，有过小时候有过在窝忘记了。他老地方去给他打工去的。啊？我放的收果机。他不放啊，他开起在高速路。这一带也很密集，村子几乎一个连着一个村子，这都是村子而不是镇，小村子。有点逆光，应该毁了，破坏了，好点。帮问下，跟你不跟哪好问？其实你老人家问自己问差不多，再好点。问来了你。
八块有个老老啊，也是连老啊。做两做五个月半月份。一般是五六月份最好是吧？哎，向日葵现在被拿过了。拿给啦？无锡啊。无锡那天去看啦。啊。好晒，冬天一口蛮好。开蛮多了吧？无锡是在哪开哇？和平。和平那个有个大闸那个过来，你看晓得的。美食园山楂花那个吧？美食。一进去会得多的，一进去两三百米多，三四五百米还是修好路的。和平啊？不需要进和平。不是到和平。不能到和平。啊，还不能到你就业上来干吧？上么这个岔路口，你莫岔个上么这，你直走往回过来干啦。啊。过个点。嗯。要左手边桥岔路口是。有时间上来可以看看的。那没什么意思。我原则都我看到像有片一大片一大片的，一进去嘛。啊。这路蛮好跑，几点往啊？也蛮快，这样。以前他在这边读书的，有个小学的。那山上山脚有个岩洞。那里现在听说是应该好多石头过来在那个哦，从那边走，有点像石林那种的嘛。哦，主要是从那边走的。你看那个岩洞里面有水，很大，洞里面很非常大。到了，在那条，坐那里，你看，可以进去，有水的应该，里面有水，有个水塘的好像。那天我看那个观念，这个是外国人的背包客发现的。哦。那时是李宗银，李宗银。那是什么年代了吧？哇。嗯。好，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村了，在山脚。那有一棵大樟树，大榕树。樟树吧？是榕树哇？是榕树，没是樟树。